家咁嚴寒嘅環境下，又曬啦，又落雨嘅情況底下，喺度不停咁趕工啦。大家都係為咗更加快咁投入去俾社會去運用。但係咧，嗰啲工人咧冇任何抱怨，佢哋都好努力咁喺度工作，為咗加快個進度。看你这个汗都流下来吗？对，就是停不到的。因为我们要赶起货这里，被隔离被感染了的人士住，所以呢现在是开12个钟。你看它踎在这里其实不是一阵的，一踎其实可能是10个钟。上面那些铁呢全部都是要搬下来的嘛，不停搬的。但是最痛都是腰和脚，你形容不到的。当你坐在这里你都是痛的。你起出来是给 是其他人有需要的人用，是有意义的。我会跟我仔说，你爸爸有份起的。其實我都希望全香港的市民都一起合力啦，齊心咁樣將呢個咁艱難的時刻，大家撐過去啦。